现在就打几个真傻傻，现在有点飘。
知道啥时候，我们基本上进去都犯规。内线要问一下扎实的，一看的时候你们才能丢进去。二三，加油！轮转的时候不要抢太大，对，轮转的时候往回收，放他头，知道吧？防一球，焦暂停。防一球，交，防守，一、二、三，防守。那球该放。打五分钟吧，加球赛，加十五分钟。Let's go！ 再往上提一点，我在这儿，知道吧？我在这儿，先接球，接球。他们现在是，只要是一接球，防他的人直接过来加的，
就直接到这儿。这儿快给完了，对 对, 对，如果没有就给中间，然后这个人就平时往上推。他这个人是直接架，所以这个人一进来的时候，这个球要赶紧出来，不要停。一进来，帮就直接插进去，他就夹不上前后了。防守，来呀 ，OK， 加，防守，一二三，防守。庄家，你在零六角左边，对面的，你开球，我来拿球，然后直接来掩护，青龙你在右边，好吧，掩护注意他的收缩，收缩就损了。